新年又到了，新的一年我们除旧迎新，送走马年，迎接羊年。十二生肖代表十二种不同性格，羊给人的感觉就是温顺和和善的群体动物。过去一年，香港经历风风雨雨，社会出现不少分歧和矛盾。我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大家都能够有羊的特质，包容共济，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共同努力，为香港的前途一起打拼。新一年是羊年，我们祝各位市民身体健康，喜气洋洋，家庭和睦，一团和气。 Yeah!